要把那翻上去，把石头石头看到，没两天还把那石头。家里头的推动，要不推动他主要用的公安是。一年之计在一村。养猪的一年之计在一村，养猪也在一村啊。养猪在那，这么大自己养猪。都大的，我想过得好，必须大的好，大的当然好，大的好。我也有软木木，这养猪养多很多了。把把本子练来了，光练石头。下手。今年了，把这个山上逐渐重新规划去了的，你看看这规划。这规划反正真的是都没过来。不是你那规划这个这。哎呀，要是有时间，我又出法院去。你法院？啊，要是你往理论出真知，要想那个啥，必须把这块那个胡桃把这个潦草放那个不叫不下了白来，要不然到潦这么下来，能猴儿的坏蛋样，能是你？在这个楼时间也不出院，也不得到潦了在外头倒，赶往了一倒，这个时机那会儿就没想到，光拍在这个上生，那个上不用每天换一上，也不用下来。不用喂他，那把那个门开着玩这个脚，我把那个门开这个脚，把这个开这个脚，这玩离两层，那个小夹子里啊，那小夹子里，这个人两层都朝外，往里一倒。哦，那个你三轮能快的是吧？不用，三轮转，光。能算，咱就能三轮快不成的呀？那往里倒，往里扛的。再不，弄完往里补都这了，再倒上。补啥？要不补，就那三轮车开直接过来了。你大车技术，大车技术挺好，开着了，你看开着了，停。像注意大车大车大出去的，这边大三轮的往那一倒，三轮那一倒多好。大平板扛到往这边倒，不是，咱还是那点儿，不是那三轮。就那就三轮，三轮咱离这点儿省拐。那都离这块吧，离一个还够着了呗。那往这儿离一个小江。哦，咱老啥说，老啥也知道，你也都知道的。你就离个这个小江，咱把料小车往那一倒，咱挺紧的，咱不往直整。一个小脚在那溜地上打住那潦草往这一个，再光过一个也溜天，过一摆溜了往潦草一倒，不用倒车。那还得摆，直接打车上倒潦草不快啊？那不过少宽点儿，哈，少宽点儿还是转还是人长人点儿转，离这块离过来也是人点儿转，离这块也是人点儿转。是把那个门多上来，把那个把路堵了啊，把堵了把这个门盖住啊，盖电车直接开了。对，那一没住这了，这早有口了。好盖是好盖，把这个门把人住了，把桌子一堆，不是拆不好拆，不好拆，那会儿不好拆，那还有拆不了嘞。拆你家费劲，那费啥劲呢？爹，你那边开来爹。好拆。好拆啊！拆它还得提上提的，好拆。哦，对的，拆还得提上提，不然弄个铁锯吧，拉吧。你看看，爹，我这是咱弄的设计太糟心，仓促，太仓促，太糟心，是的。你看我这玫瑰刀，把这个，还不如立个就这块好吧，这潦草这，咱不用玫瑰下来。嗯，对呗，你说。对。就在这块儿。咱那年，你把这个藏好，这个好拆啊，这个真是好。对了，这个还不好拆，好拆。冷热的。还有水管嘞。对吧？水管呢？水管咱这过来了。水管咱家没有。那不挨这个水槽。我是这个。再往这边，再往这边，再往这边弄个水。嗯。弄个水管。这水管。你桌不桌动呀，老爷？不老桌，你得拿桌拆。啊。你这个还得凑开。哎，这个在这块在哪里？下一股，下一股，这下一股。拆不好，拆到什么？嗯，能过下电车。这晒，现在晒的，现在如果晒坏，就多少人？这门了，把桌上立住掉，一拉就在这。啊，一直把这一倒，里面是个死地。这个里面是个死地。对，这个一下升了进来，这个也不用工具。对，不用工我了。也不用捏了。哦，也不用捏了。要不主把你身上工扛着，扛累，工捏不累啊。嗯，这个潦草这装是靠什么的？这个都不能是这个，这个潦草都不能是，都得是那个啥的。嗯，都得是那个啥的。嗯，是那个啥了，挨着墙上往里倒。潦草设计也不好，那还有几个潦草的？不是这个潦草了都，不是这不是这个潦草那层下来是吧？下来不得下来还能是这个潦草嘞？这潦草到这，这到这了都得。不能是这么快，就是在地上固定个的，把这个把这个拆着，
天天在里边，挺大一点，挪着，切不上，不能往这儿挪，挪这儿弄，那挪这儿不中啊，不是，挪它它这个螺丝上的，大一点螺丝上，哦，那得底下上的，完了你挪这个螺丝也一起，它这一上，往后边挪挪，嗯嗯，这再别给规划一下，再带，我不雕说不使这个电脑吧。 他能领上的，哦，没地领了，要回去也行。卖完的话，你这一里也整体。哦，那这，看不着，那这，他这块里到这这里，看不着，是没？那是那地下那山上边还有仨撂挑，完这六个，我也说能六个撂挑。啊，那背的我，那都得了。要住多撂挑也得住着，撂挑稍不得。嗯，够宽大。这还够你忙的，还宽大。那时候愿意把他背，要不然东北人一天得把整整都扩大。啊呀，还扩大了。 那嘛，再扩大黑也没事。这代地都能给你规划吧，啥老也离不开代地，你说是。老家出嘛一个顶梁。绿城单株的，里外一亩。哦。哎，也使不了几回。今年老公说还包子了往这里放，三样种，一苗活都长。嗯。再过几天了，正家也不一年，是呗？嗯。该到大竹节，挑着大地，就是年上腊月下那条竹。嗯。 长的都整整到今年腊月一年，你才能猪肉到好吃。嗯，都干了，都说那么多也没用。都别。一会儿你也行。那个好，这咱这不是叫什么？哎，一会儿把我，把我。